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35页，已经讲到这里。好，那么接下来要讲啊，一有欲，一与物，一不一不异。那么先说啊，那么外道执着一跟异啊，问曰：不应无一时啊，没有一跟时。好，那现在先讲一啊。那佛自说言：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是者何人？佛世尊也。啊，那这个是出自《真言含经》的啊。就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讲把下面那个偈讲完了，再来讲上面这个偈。一如说偈：我行无私宝，自依无等侣。积一行得佛，自然通圣道。啊，如是等。佛处处说一，应当有一。好，那上面那个是一人出世间啊，就等一下再讲啊。那现在讲这个自一无等理，知一行得否？好，这个自一无等理比较好解释啊。那知一行得否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我研究了很久啊，单单为这五个字哦，用了很多时间啊，在。这个积行得否，如果照字面上来看啊，积是累积，一行啊是专心一意的修行啊。如果照字面上来看啊，那经典里面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啊？所以我把所有相关的经文都找出来啊，研究了很久啊，发现到它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各个经论写的不太一样啊。那他有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或是从这个角度说啊，所以有时候并不一定有所谓的一机一行这个概念，有这个一这个概念，好啊，但是就是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机一行等佛得佛，机一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这个机啊，基本上是很。我们可以发现到，如果从经论来看，可以发现到它这个偈流传的很久，在法句经里面就有了。就是说，在佛陀还没涅槃，就是佛陀还在世的时候，这样的一个法句就开始在流行了，啊，所以它会有很多种版本。你越多种版本，就表示它有可能它流传的越久，那么到各个地方啊，口误啦，或是大家摄取的不太一样，所以就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就流传的越久，然后就很风行。好，那这个记其实是出自啊，所有的经论，不管是经律论里面啊，它都有记载。那经律论里面全部都是在说一件事，就是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后啊，那么他要去想一想，他要去度谁啊？他度他两个老师，可是他两个老师天人来跟他讲，都已经。啊，升往生了，就升到无色界天去了啊！一个升到无所有处天，一个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没有办法度了。升到无色界天没办法度，你升到欲界天还可以啊。那么后来他想说要去度谁，就要去度无比丘。好，那就在他从菩提盖亚啊要去鹿野苑啊，那么这个中间他遇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各个经论写的，就是我们一般来依中阿含来讲，叫做易学优陀。啊，其实易学就是啊，这个学跟你学的不一样的，这是外道了啊。那个时候佛陀都还没有弟子，所有的人都是易学啊，就是一个修行者啊，就是也许是梵志，也许是婆罗门啊，也许是沙门啊。那么易学优陀。优陀是一中阿含说的啊，我记也都是记优陀。那么各个经论啊，他们翻译的名词不太一样，有的写优呼啊，
有的写忧郁啊，有的写忧脾气啊，有的写忧乎，有的写忧郁，有的写忧脾气啊，应该是忧脾气，我看一下。写成“下”，有的写“忧脾气”这样子。啊，忧脾气，对，有的写“忧脾气”啊。各个结论写的不太一样，但其实就是有这一个人忧头啊。那么他在半路上遇见忧头，忧头一见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有三十二相嘛，那么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就是威仪非常好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胜比丘，那么见到就是舍利佛见到马胜比丘的时候啊，那看到马胜比丘的威仪非常好，那么又举止很端详。释迦牟尼佛不但威仪好，而且他有三十二相。啊，那他的殊胜当然超过马胜比丘。舍利佛见到威仪第一的马胜比丘啊，就自然而然的啊，那么去问他，你的师父是谁啊？那么他都教你些什么啊？那这个优陀遇见佛陀的时候，也比舍利佛遇见马胜比丘还惊讶啊！世间上居然有这等人啊，就是相貌非常的庄严，那么举止啊，非常的就是威仪非常的殊胜，那么他也是这样问啊。那经典里面大概都是三个问题或四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啊，请问你的师父是谁啊？那么你跟你师父学了些什么？就是他教你些什么？那你因为他很殊胜嘛，你之所以这么殊胜，到都是学了些什么？就是说你的师父是谁？那他教了你什么？那你都学了些什么？所以我说，我们学佛啊，首先要知道佛是什么。那么佛都说些什么？什么是佛？什么是佛？你是皈依佛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佛啊。啊，那佛都说了些什么？那你都学了些什么啊？那这个舍利佛问这个马胜比丘，你的师父是谁？他都教你什么？他都教些什么？你才会这么殊胜啊？那个易学优陀看见佛陀就这样问，你的师父是谁？因为那个时候佛陀成佛才几岁？35岁很年轻啊，35岁而已啊。那么大部分的人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有修行的人一定是什么年纪大的，出家很久的，修行很久的，不一定。释迦牟尼佛从出家到成佛也才六年啊。那么对一般的人来讲，你才修行六年，你怎么可能就得成就啊？或是你年纪那么小，怎么可能证阿罗汉啊？那么或是你什么字都不懂，你哪有可能解脱啊？不一定哦，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所以这个易学优陀看见释迦牟尼佛这么年轻，但是他很殊胜，就问他，你的师父是谁？他教你些什么啊？那你都学了些什么啊？那最后就问，那你要去哪里？那这个大部分就是这三个问题啦。啊，你师父是谁？他教你些什么？他都教你些什么？那你学了些？你学到了些什么？因为要看他学到什么，他教了他不一定学到啊。学到了些什么，他才有这样的殊胜。好，大部分都是在记载这一件事。除了《长寿王经》，《长寿王经》是记载。这个记是在说释迦牟尼佛的本身啊，长寿王的时候啊，那么其他所有的经论基本上都在讲这件事，那所以啊，这一些这个记是针对这件事的回答，这个记是佛陀针对这个易学优陀的回答。好，那这样我们比较难才能知道，那这个记在说些什么，他在回答些什么。从自论来讲，自论是这样啊，我行无私宝啊，那么自一无等侣，即一行得佛，自然通生道啊。那现在的问题在说，他有一，他有这个一，但不是所有的经典都有一
啊，那现在我们来看啊，比较有一的，比较一样的啊，其实蛮多的啦哈，我没有全部把它写出来，所以就把不同的别在这里哈、啊。那我既无瑰宝啊，既私宝，就是吴老师啦，没有老师啊啊，因为他问你的师父是谁，就是你的老师是谁啦，你依谁为师啊？那么我没有老师。啊，那么自依无等理啊，那也没有跟我一起修学的人，啊，那你都学些什么啊？那你师父都说些什么？那么你都学些什么？啊，就是你是修了什么才可以这样殊胜呢？啊，机行得佛啊！现在我们的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他不但没有老师，也没有同学，啊，其实啊，没有跟他一样的，就一起学的嘛。啊，因为老师底下师父底下有徒弟嘛。好，那么依师分力来讲，啊，他是说啊，我亦无有师，亦复无等理啊，其实是一样的啊，这个不是问题。好，他这个是机行等佛，他是世间唯一佛。好，师分力的记载比较跟初要经说的啊，有一点就是说他记载的方面跟初要经讲的有一点就是比较接近啊，就是在世间只有。在这个十方世界，就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只有一尊佛，啊，那释迦佛我就出现在这个世间啊，那比较一样啊，那这个可能是流传的部分有一些不太一样啊，等我们等下来看啊，淡然常安稳啊，他基本上也是讲他已经解脱的意思啊，淡然常安稳啊，那自然通圣道啊，其实也一样的啦啊，差不多，就这个不太一样而已，就这两个啊，好。那么，如果从真义阿含来看啊，我亦无私宝，亦复无余等啊，都一样，独尊无过者啊。那么这个独尊啊，也是唯一佛啊。那么世间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啊，也没有超过我的人，没有跟我一样的人，也不可能有超过我的人啊。那么忍而无复温啊，其实就是他已经把这个在初要经有解释啊，就是已经把烦恼热恼都断掉了。不会再死灰复燃了，啊，就是说他已经把所有的烦恼断了。好，那中阿含的啊，这个都是法根，这个是最早的法句经，啊，四分律，中阿含、真一阿含啊，我最上最胜啊，他讲的就比较多啊。那么可能啊，比如说他两边都，我最上最胜，不着一切法，诸爱尽解脱，自觉邪身师啊，那么。自觉邪嗔痴跟自觉无上觉，都是在说明我是自己觉悟的，我没有老师，啊，我是自己觉悟的，我没有老师，啊，那我得了无上觉，啊，那无等无有胜，啊，基本上就是这个，啊，这个亦复无余等，啊，好，那诸爱尽解脱，诸爱尽解脱，啊，基本上可能就是所谓自然通圣道，啊。这边的啊，就是他把烦恼断尽了，或是忍而无复温，啊，烦恼热恼都断了啊，那么就不再受束缚了。好，那么这里中阿含看不出有所谓的一啊，他只要这里就是不着一切法，不着一切法啊，那么不着一切法跟机一行得佛跟世间唯一佛啊，那么不太一样啊。如果世间唯一佛，应该是跟独尊无过者啊，可能有一点类似啊。那如来天人师。那么跟这个初要经里面讲的，啊，佛在这个世间是最殊胜的，啊，人天之师啊，就是人天里面啊，这个世间里面啊，以如来最殊胜。好，那这个是我们稍微就是我们来解决这个机行得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啊，我就想把它弄清楚了啊。那我们说他就是问三个问题而已嘛啊。那么你的师父是谁啊？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我没有师父。我没有师父，我没有师父，不但没有师父，也没有同学，啊，没有跟我一起成就一样有成就的人，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没有跟我一样的人，啊，跟我一样的人都没有了，何况我还有比我厉害的人，师父，啊，我没有师父，啊，那么师父后来他如果跟他师父一样，那也可能是一样，啊，但是也没有，啊，就是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徒弟也没有完全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那么释迦牟尼佛是在所有的阿罗汉里面最殊胜的，啊，他是无上。阿罗汉上面还有佛是有上啊，所以也是无一等的。那他是在说明啊，他没有师父啊。那你师父都教你些什么？那你是修了些什么？
重点在你是修了些什么法而有这样的成就。啊，那好，那机行得佛，他有这样的成就，自然通圣道。好，那么机行得佛到底是什么？好，那大概啊，大概基本上，如果从出药经的解释啊，出药经有解释机行，什么叫做机行得佛？可是我看了很久，我也不晓得那这个跟机行得佛有什么关联吗？啊，就想很久想不清楚了啊。那我们先来看他的解释，他的解释蛮复杂的，但是我是把它简略化啊。你们有空的话，你们自己去看啊。他说啊，就写机行得佛就有了哈。他说佛出现在这个世间，佛心出世啊。那么在那么多世界里面，就在这个阎浮提啊。为什么要在阎浮提呢？啊，因为这个阎浮提是这个是世界的中心。啊，所谓的中心就是它是中国，不是边地，其他的地方就是说，它这里的众生容易佛出现在这里，它容易得解脱，啊，那所以这个阎浮立地啊，这个就是它比较有利益，阎浮提这个地方啊，是佛降生最好的地方啊，就出世间要度众生嘛啊，那么因为这个地方甚殊胜啊，超过他方的国土。就是说，在这个阎浮提，佛出现在这个阎浮提啊的殊胜超过佛在其他的地方出现，啊，那为什么？那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真谛阿含》里面，人间有三种殊胜，啊，或是说在法句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有讲到，这个世间啊，就是阎浮提啦，啊，这阎浮提就佛出人间嘛，啊，那么终不在天上成佛，在这个人间，再不在其他他方国土嘛。啊，终不在天上成佛，不在他方国土，就在这个世间成佛。啊，因为人有三种殊胜：意念胜、泛恨胜、勇猛胜。好，那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就也许可以理解，啊，《出药经》的解释，他在说机行得佛，那么比较像啊，那么像《杂譬喻经》啊，就旧的《杂譬喻经》啊，另外一个版本。我从无数劫来，从无数劫就是积劫以来，啊，积劫啊，就是累积很长的时间，勤苦为道啊，就是一行啊，积劫一行啊，那么专志一意的修行啊，精进啊，基本上就跟这个所谓的啊。勇猛精进啊，专志一意的修行啊，所以现在已经自得作佛啊，来说明这件事。好，那么这个，所以如果是要讲机行得佛啊，那么可能就是啊，这个是可以拿来做解释啊，就是说机劫专志修行而得佛，但是你要讲到机劫，就是过去生怎么样。那么有时候对那个优陀来说啊，你过去生怎么样，谁知道？那个是大圣比较才有这样讲啊。那么所以也不一定是机劫，而是我精进用功啊。所以这个机行，如果你要从大圣的角度看啊，三大阿僧祇劫啊，当然部派也这么讲了啊。但是佛成佛说我从无数劫来修行，这样讲，老实讲也有点奇怪了啊。那所以这个机行得佛可以说啊，比如说精进啊，那么精进啊，那么积的很，就是积功累德啊，也可以这么讲，因为积可以积就是累积嘛。那么如果累积很长的时间叫积劫嘛，如果累积很长的用功叫做积功累德嘛，啊，积功德专志一意修行而得佛啊。那么可以这样讲啊，就是积功或积劫、积死。好，那么其他的经啊，不一定有一哦啊。人家像他后来也有讲积诸行得佛啊，积一成佛道啊，积一行作佛，积一行得佛，积一得作佛啊，非常多。但是这个我们很明显就是你在流传的过程中都会有一点差异，或是翻译出来有点不太一样。好，那这个是在解释所谓的一啊，积一行得佛。或是自一无等侣这个地方好，然后上面那个机哈，应该要先解上面那个啊，不过这个比较多，我们就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有一个一人出世间，他这里自论说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世者何人？佛世尊也。这个是出自啊《真阿含经》里面的啊，还有这么说啊，这个是佛啊，那么讲佛的殊胜的啊，那《真阿含经》啊，我们来看啊。真阿含卷三啊，他说：“若有一人出现一世，多劳一人，安稳众生。敏视群门，欲使天人获其福佑，云何为一人？啊，就是佛所谓多沙阿姐、阿罗诃、三野三佛。另外啊，他还有啊，若有一人莫见一世，人民之内多怀愁忧。天极人民普施应付，云何为一人？所谓啊，一样。这个多沙阿姐、阿罗诃、三野三佛，
这个诚实论里面啊，简单讲是这样讲，啊，真知部里面也有啊，南传的也有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说啊，诚实论里面啊，他卷一，他就讲啊，一人生世间，多人得利益。一人应该末世间，啊，但是他写生，啊，所以应该是这个应该错字，一人末世间，因为这个是照真阿含这个字来的啊，出现末尽一世，啊，但是他写生了啊，所以应该是诚实论应该改一人末世间，啊，多人得衰老。他现在是在说有一这件事啊，但是我们先有一这件事先放在后面说啊，我们先把这个经论它的出处，它什么意思先了解一下。好，那他这里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啊，是者何人？佛世尊也。儒家里面有一句话啊，叫做一人有庆，照明赖之啊，也类似像这种概念。那他说有一个人出现在世间，多劳一人，安稳众生，敏视群门，群门就是众生的意思啊，门就是无明啊，不知，欲使天跟人啊，只有天跟人比较能够，三恶道气是没办法的啊。那我们现在的佛教基本上啊，心力基本上都在三恶道里面啊，其实不是，以人天为主啊，佛法是以人为主的。那获其福佑，云何为一人？所谓多杀阿姐阿罗诃三也三佛啊，多杀阿姐是如来的意思，如来应供，阿罗汉是应供，阿罗诃就是阿罗汉啊，如来应供啊，三也三佛正等觉，正等觉啊，叫正等正觉或是正遍知啊，觉就是佛，正是三啊，三藐三佛陀，三菩提了啊。那其实就是指佛啊，就是指佛。好，那如果有一个人啊，在世间消失了，他出现世间，然后又消失了，涅槃了，人民之类多怀愁忧啊，因为有些人还没解脱啊。那普世应付啊，这个应该就是这个应了啊，过去的翻译这个啊。那么云何为一人啊？一样就是佛。好。那么这个是在说明啊，这个一人出世间，多人得乐啊，佛世尊也啊，就有一个人一人。好，那么因为后面是在讲这个跟这个的关系啊，有人有一啊，那有平有一啊，有什么有一个数字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是存在的，它是在说明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一呢？啊，是经典里面不是有一什么一什么啊？即一行得否啊？一人出世间啊？那一行啊，那行跟一啊，一人啊，有人跟一，怎么会没有呢？啊，好，那么这个是在讲啊，讲这个一人得否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要讲比较复杂的啊这种观念。就是一，我们上次说过，这个这里的有影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是百论里面的，百论里面啊破一品这个的啊，那因为百论里面有这一段文，跟大智论一样的这一段文，那所以那个研究大智论很厉害的那个南莫特。就说啊，他因此断定啊，大智度论引用了百论啊，又引用百论，提婆是，他是这样啊，龙树龙树的弟子是提婆，提婆有著作百论，
龙树著作中论，啊，这个是确定的。龙树写中论，那么还有罗侯罗，啊，提婆的弟子罗侯罗。那么大智度论是不是龙树做的啊？那个蓝墨头的认为，大智度论不是龙树做的，为什么？他引用了白论。那么他后代的人的这个作品，但是这种啊也很难说了啊，也有可能是龙树提婆引用了中论的啊，也有可能啊，啊那大智度论可能比较后不是引用大智度论的啊，就是说龙树把，因为这个里面他在中论里面没有，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就是现在我们讲的这一段啊，那蓝墨头就根据大智度论引用了百论的这一段啊，破一品，破一子啊，破一的破一有这个一，那所以认为大智度论不是龙树做的啊，中论是，但大智度论不是啊。那一村导师曾经写了一篇《大智度论的作者及其翻译》啊，那么也讲到这件事，说不能根据啊，因为龙树的寿命很长啊啊，据说活了100多岁啊。那可也有可能引用啊，那或者因为提婆是跟龙树学的啊，他这篇百论的说法，也许就是啊龙树所说的啊，这个也很难讲啊。那所以啊，他认为就是现在我们要写的这个这里面的这个破一破义这个啊，这个其实是从百论来的啊。那么如果我们对照百论哦，那么会发现。啊，它其实是就是在里面的东西。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百论里面啊，它的先来看它这里说的啊，因为我们先来看上面的啊，上面的标题是一与物不一不异，外人执着一跟异。所以他底下这一段，复次一法和合故，物名为一。若实无一法，何故一物中一心生，非二非三；二物二心中，非一非三。啊，那么这一段文啊，那乃至于下面一有物一，一有物一，二俱有过。啊，这个都是百论里面的东西。好，那我们要先了解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说？不应无一，不应无一时，应当有一。为什么要说这个？啊，那这个我们一般不知道的，听起来，为什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呢？为什么我说一时，这个也有什么问题吗？啊，其实它是在针对一跟时是时法这一件事来说，就是圣论。这个是针对圣论说的啊，我们上次说到，这个我们先要先介绍他的背景啊，我们才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我们上次有讲过啊，佛法基本上你会看到六师外道，就是说佛法跟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么影响佛教啊，有一部分啊，就是所谓的六师外道，像佛教有很多规矩，其实。是跟当时的婆罗门或外道，就是依着他们的习惯而有的。比如说过午不食，过午不食是依当时的沙门集团的做法而有的啊。啊，比如说斋戒啊，斋戒是好像是婆罗门原来就有的啊。啊，那么六斋日像这种斋日的，那么这一些好的，那么佛陀也会吸收啊。那但是不好的，佛陀一部分就是说他。就去除不做啊，比如说祭祀啊这种事，比如说念咒这种事啊，其实佛陀是呵斥的。但是好的部分啊，像苦行的话，就无意义的不做，有意义的也可以，就平整妥妥行啊。就有一部分，那有一些是好的啊，就照着做，比如说诵戒啊，比如说斋戒啊，比如说过午不食啊，类似像这一类的。那有一些是好的，就也依着做。那有一些是。分别做，比如说苦行，无意义的不做，有意义的做。那有一些是，你做了对你没有好处的，
啊，比如说杀生祭祀，啊，这个肯定不能做。那有一些是做了，也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坏处，但是它会有后遗症跟副作用，比如说持咒，啊，像这种事好。所以在当时的佛教，它就是佛陀面对当时的这些文化，它是有谴责的，有一些是他鼓励你做的，就外道也这么做，这个那个叫做供法，啊，戒跟定是供的，比如说定也一样，啊，他也修定，外道也修定，啊，那么戒也有，啊，但是戒要分别，啊，哪一些戒进取的不做，啊，那哪一些有助道的戒可以做，苦行也一样，啊，苦行就是戒比较偏向苦行这一部分，啊，那么到了佛灭后，因为当时的佛教就两大集团嘛，沙门、婆罗门。那婆罗门佛陀时代早期是完全以吠陀为主的，啊，婆罗门至上，啊，那这个济世万人，啊，那这个吠陀天启，啊，就是说这个经是神说的，它有无上的威德力，啊，你念了就有功德。那谁来念功德最大？婆罗门来念，就有点像我们法师诵经一样啊。啊，那么神就会把功德给你，啊，那类似像这样的观念，那么透过种种的仪轨、种种的仪式，啊，那么婆罗门啊，那带领啊，带领大家来诵经，或是婆罗门负责诵经，然后你负责布施，然后把这个功德给你，啊，类似像这样，这种观念是当时婆罗门所谓的济世万人的观念。那么佛陀时代到了佛陀以前就有了。吠陀经很早的历史就有了，啊，那么到了佛陀那个时代，婆罗门稍微有一点点改变，就是阿惟疏出来了。阿惟疏开始强调业的观念，啊，一业有轮回，业尽就得解脱，啊，那么这个业当然跟上帝也有关系，啊，就是跟这个神有关系，啊，那就是说开始不认为，啊，你只要好好的这个侍奉上帝啊，供养上帝，你就可以得到福报啊。没有一业，你要修十三业，一业得解脱。那么开始讲到啊，你要修行啊，那么悟得这个我，这个清净的我啊，本我、神我啊，开始讲这样啊。那佛法很明显的也有啊，在就是释迦牟尼佛，他很明显的区别正法是什么啊，然后什么不是正法。首先就强调四种正见嘛。那佛灭后，大概婆罗门慢慢复兴，啊，所以大概在五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六派哲学，啊，我们现在先分开，就是六世外道是佛在世的时候，六派哲学是佛灭后，大概应该是中间六派哲学真正兴起，大概已经离佛在世大概已经一千年了。因为佛是西元前五百年嘛，那大概八九百年了啊，就是这个六派哲学大概是西元五世纪佛灭后四百多年了，三四百年的啊。如果说大概就是大概八九百年啊，将近一千年了啊，就有六派哲学。那六派哲学尤其对大圣跟部派是有很深的影响的，特别是大圣啊，初级大圣那个时候，初级大圣就西元一世纪啊。啊，那么已经是他们也有一些这种观念，就慢慢，那么真正兴起就是很流行了 那龙树是西元三世纪的人啊，那个时候六派哲学已经在流行了啊。那么啊，我们先了解他的背景了，才知道等一下那个在说什么啊，不然真的是你真的会看不懂啊。那六派哲学里面啊，我们说这个数论啊，就是数论啊，先写圣论好了，因为我们要写的就是圣论啊，圣论写在后面好了啊，就是弥漫差，有的写弥漫沙了哈，弥漫差都可以啊。这个上次我们有说过啊，我们还是写一下弥漫差，沸谈多。弥漫差沸谈多，那么数论啊，数论圣论，不过我们要连在一起，所以数论余且
然后正理以及慎论。好，现在我们重点在慎论。那么虽然是六派，但是这两个是相近的啊，所以一般又分三大派啊，这个是所谓的啊六派里面把它分三大派啊，他们可以说兄弟派、姐妹派这样。好，就他们理论有点像。好，那重点是就是慎论。那慎论有两个主要的核心问题啊，慎论主要是慎论，慎论最主要的这个里面其实是针对慎论说的。那慎论在讲什么呢？慎论主要就是啊，我们上次有讲过啊，就是它有九种十法，那么有六，它叫做六聚义。啊，六聚义，义是范畴的意思，聚义是范畴的意思，就有六大范畴，这个宇宙里面有六大范畴。啊，那六大，他首先讲啊，十德能，十德业啊，不是十德，十德业同义合啊，那这个就是等一下要讲的一跟义，一跟义，一跟义，然后合啊，你等一下会看到这种概念。好，那十是什么呢？十就是实体法，实法。啊，有实体法，就是一般大圣说的自信，实体的存在，这个世间有实体的存在，啊，就有实在的存在物，啊，那像部派基本上也是讲色法、心法，啊，心所法、心不相应显法、心不相应显法，它也有实法，啊，甚至如来藏的这个如来藏是实法，阿赖耶。啊，那个圆成子是实法啊，那么德就是它的德就是它的作用啊，基本上就是它的属性啊，它的属性，它重点的它主要的属性啊，一般我们比如说或者说性质啊，或是它的性质啊，一个东西里面啊，它的一个性质。啊，比如说地有坚性，啊，有坚硬的性质，啊，那么它基本上十德业，好，那么业是它的作用，业是它的作用，啊，写在这里好了。业是它的作用，啊，比如说这个东西会膨胀、会收缩，啊，那像有这样的作用，啊，实得业，或是它的运动，啊，它从这里到那里，啊，作用或运动，啊，膨胀啦、收缩啦这一种。好，那底下这个同是共同，它有共通性，啊，这个义这个是共通性，或是共同的，啊，共通性。这是一个物跟一个物之间有共通性，啊，那像这个黑板跟这个奇异笔啊，它都是物，它也有共通性，啊，就是它都是属于地，啊，有坚硬性，啊，那水跟鼻涕，啊，不同的水啊，它也有共通性，类似像这样，那这个意是彼此的差别性，这个和就是。这个两个东西合，就是这个合就是合，它彼此之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比如说一张白纸，比如说这个字，铅笔这个字，黑字啊，白纸，比如说白纸好了啊，白板啊，比如说这个白板好了，这个白色跟这个板合，不可以分离才能叫白板啊。如果你是黑的叫黑板啊，啊，所以白色是属于。白色是属于这个板的，比如说这个白板，这个板是实在的，这个板是实在的物东西，啊，这个板是实在的哦。那这个白色是属于这个板的，它不可以没有，啊，
那两个合合，我们来叫它白板。啊，那好，那现在重点啊，这些都是现象，就是一个死法，它从这里，一个死法从这里，这些都是现象。我们简称了 这是它的一个现象，我们也叫体相用，这些都是它的现象。那么从这个现象的观察，可以知道有实体，像一等一下我们再来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它在确认有一个实体的存在，有一个自性的存在，有一个实法的存在。从哪里去确认呢？从现象中，它必然，他说现象的背后必然有那个实体，有那个实体才会有这种现象。如果没有那一种实体，没有，那就不可能有现象。就好像有我必有我所，那有从有我所知道有我，类似像这样这是属于他的，这些现象是属于这个实体的。所以第一个，他有所谓的六聚义，这个世间基本上可以从六个范畴来说明。那最重要的是这个实，最重要的是这个实。那么实有，那么现象也一定有。那么，因为实体有，实体有，所以现象也一定有。那么实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先来讲实法有九种，有九种实法，这个上一节我们也有讲，地水火风空，这五种是物理的，有九种实法。这个实体有九种。地水火风空，这五种是物理性的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它实法也有分可见不可见，可分离可不可分离，永恒非永恒等一下再来讲，先讲这个，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知道了，等一下要说什么一啦和啦这些，我们才知道他在说什么，不然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地水火风空，这个是物理性的地水火风空，十方我意，十方，十是时间，方是方向时间就有过去、现在、未来一二三四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一十、二十、三十都就有这些。方，方就是方向，往东、往南、往西、往北、往上、往下这一些的那么它，因为它物质就有所谓的移动那么的这样的问题那比如说它有运动的问题，它往那边去，往那边去那十方我意是心，我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大我，就是神我，一种是个我，个我就是每一个我不一样那么神是自在神的神我或是大我。那意就是心，意就是我们的心，叫做精神，可以这么说或是心，这个可以说是灵魂，或是神。好，那这个都是存在的这个都是实体的存在，不能没有那这些像我跟意，它是不可见的，但是从什么推论？从什么推论有这个实法有些是可见的。像地水火风这些，有些像这个白板，它是可见的，但是它是由一的地原子集合起来的，就是说你见的是它的，你见的是它的假象，但是这些假象是由一的真相集结而成的，就你看不到那个原子，你看不到那个原子，但是如果没有那个原子，就积集不成这个白板，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从这个现象，就是你从这些现象知道有这个实体，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实体，就不会有这些现象。如果不会有火，如果没有火，那你就不会感到热。你感到热，那肯定是旁边有火了。虽然你看不到火，类似像这样，它有它的属性。好，你要先了解这个，你才知道它等一下在说什么了。好，那么这个我不能够直接认识境界，没有办法，要透过心。要透过心，那怎么知道心是存在的呢？因为你感官不作用的时候，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有记忆，会有想法的。
所以从这里知道，那么并不是这个你能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就好像人眼睛讲的啊，那么你眼睛闭起来你不是看不见，你眼睛张开哦看到光，你眼睛闭起来你不是看不见，你看到暗，你还是有那个见性啊。那从这里知道你有那个心，那心跟我啊，心跟我，心是属于我的。那么由你由这些现象知道有心，由心知道有我，那么意是存在的，我也是，这是九种实法。这九种实法，那么有从这些现象，从这些现象知道有这个实体，那么有这个实体必然有这些现象啊。所以那个一，那个一是指现象里面的意跟同啊，一跟意啊，一这里的一，这里的一有时候是指术法。这里的一有时候是指术法，一二三四的一啊，这个在这里面的属性啊，一时里面有啊，或一粒原子有啊，那有时候是指一，就是同一，就是共同的一啊，不一不异那个一，那个不是一二三四的一，那个是指这个共同，他们都有那个共通性。好，我们先下课，等一下再讲。
好，我们再来说啊，我们先就是先大概了解一下圣论在说的问题，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底下这整部分，我们才会知道他在说什么。要不然你真的是看这个一啊平啊啊，这个看来看去，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了。好，那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就是有几个观念，他九个十法啊，你就记得圣论基本上就是六聚九十啊，六聚一啊，十德业同一合。啊，十德业同一合，十是实体，基本上我们叫自性，法的自性啊，一一法它有自性，不管是色法，不管是心法，不管是可见不可见啊，这些法，色法、心法、心所法啊，或是心不相应行法啊，那么这些法一一法都有它独自的存在，我们叫自性，本来就存在，一直是这样的存在，不会变化的存在。好，那么。后来的大圣常常讲自性啊，基本上这个就是自性的观念。那么这种自性从哪里得知？从境界可认识的境界上知道。啊，通常啊，他这里讲这个九种十法啊，物质它分这三种啊，大概分三类啊，就是有一些十法是可见的，有一些十法是不可见的啊。那有一些是物质的，有一些是非物质的啊，就分啊。那么像色法之外的啊，心所法、心法、啊、这些啊，不相应行法、啊，这些都是不可见的啊，或是非物质的啊。那么有些是永恒的，有些是非永恒的，就是有一些是恒常的，有一些是无常的。那么比如说地水火风空这个东西啊，那么空基本上是可见的啊，但是这个物理的元素。啊，它比如说地啊，它你看到的地，它是可见，但是你所可见的地是无常的，它是由一粒一粒的我们说极微原子所积累而成的，但极微你见不到，太细了你见不到，你的眼睛见不到极微，啊，那有些说透过禅定就可以看得到啊，那你看不到，所以它，但是它是恒常的，它不会消失，它不会消失，那么由极微所积成的，那么它会分散。它极微会分散啊，啊，就好像一件衣服，它是有很多丝，很多丝累积起来的，啊，那个丝你看不到，你只看到衣服，但是一条一条抽出来啊，或是一个一条丝也是有很多极微集合而成的啊，那其实是这样，那这个是无常的，衣服是无常的，衣服这个概念它会破，所以它常常用衣服或品，在百论里面形容一个事物，常常用衣跟品。啊，因为它这个瓶是由土烧起来的，组合起来的，那么它都有所谓的，我们说它都有所谓的六聚范，六个范畴，十法里面有其他五个范畴，啊，德、业、义、同，啊，应该是同义，德业、十德业，就是在这个十法里面有五个范畴。德、业、同、义、和，啊，就是，所以这个叫做六聚义，六个范畴。那么六个范畴，这五个范畴，都是这个属于这个十法的，就是法一个法里面。那么你从这个，那你十法有些见不到，你必须从这个现象。从这个现象去推论，因为这个是可见的，这些是可见的，可见的现象，从这个可见的现象去认识不可见的实法。那么，所以他这里讲，假设，所以他推论出来是这样啊。那么，假设没有实体，因为一定有实体才会有这些现象啊。那么，就算要有我这个人啊，你才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你虽然没看见我这个人，但是你透过啊。听到我的声音或闻到我的味道啊，那么你知道哦，这个人来了，这个人存在啊，类似像这样。那么十法里面的这些现象，就是一个十法啊。他说，
没有，假设没有十法，那么就不会有实体的性质，就是德业同义和，没有这些啊，或运动啊等等这些。如果一个事物啊，就是现在不管是哪一件事，假设有可认识的性质和运动，就是有这些现象，那么它必然有实体的存在。推论回去，因为实体会产生这些现象，所以从这个现象就可以推论有这个实体啊。那这个实体里面有分啊，可见不可见，物质或非物质。基本上这个实就是它本来都存在，它是单一的存在，独自的存在啊。那么它是永恒的存在啊。那么或是有可见不可见，物质非物质跟永恒非永恒。好，那么所以他这里又讲啊，有几个原则，就是我们大概听过了之后，然后等一下来读那个啊，组合的皆是无常的，就是由这些累积起来的啊，那么它就是无常的啊。它虽然是由实际组合的东西起来的，是无常，就好像机车零件，机车零件是有的，但机车是没有的。那组合起来的机车是没有的，但机车零件是有的啊，啊有独立，就是说实法，这个实法本身组合起来的是无常的，但是它本身是常的，但是它所组合的东西它会分解嘛。好，那么这个实法是独立不变永恒的存在啊，它不一定是物质的啦啊，但是就是如果是物质的，它是永恒不变的存在；如果非物质的，像我十方我意这种，他们也是，这个是物质的，这个是非物质的，这个是物质的，是非物质的啊。那它基本上是一种独立不变永恒的存在啊。如果讲实法来讲啊，它是一种存在的存在。那么通过这些现象，这个就是现象啊，所以它六句意嘛。那后来又多一个七句意，后来又多三个变成十句意，那个我们就不讲了啊，就讲它原来的六句意啊。那通过这些现象可以推测有不可感知的存在，就是你看不到的啊，不可见的。那么透过现象，透过现象可见的现象，知道不可见的存在。那有一些存在是可见的，有一些存在是不可见的啊。所以他这里讲，假设有认识的性质或运动，则必然有实体。推测回去，推测回去啊。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实跟方啊，一实还没讲，实要到后面才讲啊。那先讲一啊，一这个概念是属性啊。那么它存在啊，比如说认识啊，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从一到极大啊，非常多。它后面也会讲到，那多是由一累积起来的啊。那么一既然没有，多也不可能有啊啊，就从这里讲。那现在要先讲一到底有没有？二是由两个一累积起来的，三是由三个一累积起来的。所以重点在一，那一。从圣论的角度来看，一是实有的，一不能没有。那每一个原子它也是个一啊，它是它的属性啊。比如说这是一支奇异笔啊，这是两支奇异笔啊，这是两支奇异笔，那它都必然有一，这个也是一，这个一，这个变成合起来变成两支奇异笔。可是它的属性有点，一是它共同的属性，一是它共同的属性。可是这个是什么色？这个是蓝色，这个是红色，啊，这个不一样。蓝色是它的属性，红色是它的属性，又不一样，啊，就是它的性质。这个是蓝色的奇异笔，这个是红色的奇异笔。但是一是它们共同的属性，共同的属性。那蓝色跟青色是它们不同的属性，啊，那就有这样的概念了，啊，因为这个是一派哲学的概论。那我们没有办法专门在讲这种东西，那其实我也不是完全懂，我就是为了讲这个课去研究，稍微研究一下啊，真的是，而且因为翻译的问题又不是很好懂啊，所以这个是蛮复杂的。但是我会把重点跟大家讲啊。那基本上啊，那么像这个我啊，我不可以直接知觉，但是由认识，通常都是认识这些现象而推论出我的存在啊。那么所以这个我又分个我跟神我。啊，最高的主宰神我，个体的个我啊，又有不同。那每一个都有我，都一个都有一，一是所以一是存在于实法中的属性哦。那么因为它是一个单独的存在啊，不管是个我也一样啊，那么神我也一样，那表示
乃至于地水火风十方，这些都有一的存在，一是共通的属性哦。啊，那你说像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水啦、火啦、风啦，啊，那形成金银铜铁啊，这些属性又不一样，有和有同有异啊，德业这性质啊，它有性质啊，有同有异啊，那有两个属于它，那分属于它的、啊、结合而有的啊。好，所以属性的结合也有啊，比如说白色是它的属，白色是它的属性啊，比如说这个红蓝色是它的属性，红色是它的属性。但是两个都有一，但是又不一样啊！你有一有我，我也有一我有我，但是你的我跟我的我又不一样啊，又通又异啊啊！那这一些，所以数现在要讲到这个数，它是十法中的属性，它也是存在的，因为十法存在，十法存在，十法所有的属性必存在，十法的属性存在，十法必存在。他在讲这个，所以他为什么要讲一一定是存在的？那因为对我们来讲，你这样讲有一有十，我们会听得莫名其妙，到底有一有十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因为这个牵涉到有没有自信的问题。那般若经最在乎的、最要解释的就是有自信跟无自信，是要讲这种问题啊。好，应该这样讲，应该大概大家就比较会清楚了。好，我们现在来看。接下来看底下的，好，现在来讲一啦，啊，那么这里说到一法和何故，物名为一，若实无一，何故一物中一心生，非二非三。好，如果我们从刚才啊讲这个来看，那我们这样来解释啊，我们这样来解释，他说一法和合故，啊，就是一与数法和合，啊，就两个，刚才最后一个六句一，最后一个就是和啊，那么数一是数法啊，数跟这个法十法和合，这个物就名为一。啊，那比如说品来讲，它这个物啊，这样啊，我们还是学习来好了，这样比较会清楚。我看有没有原文。插哪里呢？插这里好了。看这种文章哦，如果没有仔细哦，真的是啊，也不傻傻啊。好，我们先来看，他说一以数法，原文是怎么样？我看一下，一法和合故，一法。啊，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何故？这个法就是十法，这个一是十法中的属性，就是它的德，啊，这是它的属性啊，它的性质里面所附属的，啊，那么一法何故？和，啊，这个是和，同义和，啊，那么。这个可以是德，十德业啊。那么何故？一法何故？物名为一。物啊，比如说地水火风所积集的啊，比如说好瓶好了，因为这里都用瓶嘛，花瓶啊，一个花瓶啊，花瓶不一定是花瓶啊，水瓶也可以的啊，我们就写瓶好了啊。瓶，一法何故？物名为一。一法何故？物名为一。好，那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
那么有一个实法啊，那么它有一些属性啊，法啊，这个法里面有这样的一是存在于各个这个实法里面的性质属性啊，每一个实法都一定有一，那不然它因为它有个别性有独立性啊，它有个别性有独立性，恒常独一，它有独一性，恒常性独一性，所以这个一一定是这个实法，因为实法有恒常性独一性啊。那因为有独一性，所以它有个别性，它就有差别性跟共同性啊，就变成有这个好。那么两法合合啊，那么才有这个东西，所以物名为一啊。比如说一个花瓶，比如说这句话白话解释啊，就是说一这个术法，这个是术法哦，这个跟那个同的一不一样哦，后面会讲一那个是。那个不是术法，那个是同彼此的那个共通性啊，又不一样。这个是属性，一是这个属性。那个共通性里面，你有一，我有一啊，你也是独一的我也是独一的我啊。虽然一是一样的，但是彼此的我不一样啊，它有差别性。好，那么一这个术法啊，一这个术法是物这个实体不可分离的属性。说是一这个术法，一是术法，一这个术法是物体实法物体啊，因为我们用品来解释啊。如果说品啊，举个例来讲啊，这个一这个术法是啊实法啊品啊品这个实法。平是实法集结而成的法啊，那么平不可分离的属性合啊，不可分离的属性啊，所以一跟合就是一这个术法是平不可分离的属性啊，这个我们刚才讲啊，它不可分离的属性不可以没有啦啊，不可分离，就好像我们讲白纸，白就是不能没有，你白没有你不能讲白纸啊，你不能讲一张白纸啊，就不能就是这样啊，不可分离的属性，属性就是这个德，十德人嘛，所以它有六大范畴啊，就是性质啊，属性就是性质啊。那么因为一跟法合，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叫它一啊，其实是这样啊，就因为它是不可以分离的，一这个术法是物。这件东西不可分离的属性，所以我们一看到，我们就会叫它啊，比如说一个花瓶啊，瓶啊，一个花瓶啊，所以物，不管哪一件东西，我们看到都是单独的，因为一是一这个术法是所有实法里面共通的。那么，比如说这一块白板，一个板擦。一支奇异笔，一个人，一张桌子，啊，一支麦克风，啊，完全都有一嘛。他，所以我们会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会讲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一张什么一张床，一个人，啊，一件事，啊，反正就这种东西嘛。所以他说一法合故，物名为一。好，那底下啊，这个问题解决了，底下就比较好解决了啦，啊。那所以他这里说，我们如因为一与一这个一这个一是属于实法的德性质，所以一这个术法为实法所摄受，就是那么一跟法合啊，那么我们才称为一个什么一个什么。那么所以这个在说明有一个独自的个体实体的存在，这个主要在说明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实体的存在，各自独自的自性，恒存独立的自性啊。那么所以我们才会因为这样，因为从那个认识可认识的可以推论那个不可认识的啊，就是从现象去认识这些现象，可以推测推知啊，
有实际的存在，所以我们会称之有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没有实在的一跟法，假设没有啊，所以他这里讲啊，那么若实无一法啊，那么若实在没有一跟这个法啊，一法其实是啊，如果从这里来看，因为从它的原文来看，一跟法是两个概念啊，一跟法不是一这个法，不是一这个法，是一跟法，法是实有的啊。那么如果没有实在的一，没有实在的法，因为一是属于德，实德业，那个德这是它的属性，那没有实在的一跟法，为什么啊？那么一物中一心生啊，那么为什么？就是说假设没有实在的一跟法，为什么我们看见这一个东西的时候啊，不管是一尊佛像啊，那么一个字、一张桌子、一个人，我们内心因为从认识了解的嘛，我们的内心就会有一的这样的概念升起来啊，就是说就有一心，就是心会升起一这样的概念的术法出来。你从一张桌子里面，你说啊，那一块白板啊，那你为什么假设它不是属于它的？那么你会说两个、三个、四个啊？你为什么不说两个？你为什么只说一个？每一个东西你都说一啊，比如说一台冷气啊，一间房子啊，你都是讲一，你这个一的概念马上随着这个东西生出来啊，所以啊，他这里讲，那么白话讲就是说，假设没有一跟实法，所以一不属于这个实法，那为什么啊？因为没有，你认为一不存在，那实法就不存在。因为从它的现象推论出它的实体，啊，那么实体必然有这个现象。那你说这个现象不是真实的，那个实体就不是真实的。那么实体不是真实的，现象才不真实啊。现象是真实的，实体就必须是真实的。实体真实的，必须要有这个现象。啊，那么所以这里就是假设没有一法，为什么一物中？啊，我们的心就有一这个概念生出来，我们不会生出二或三。那两个东西，比如说两支奇异笔，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两支奇异笔。那么我们不会说一跟三，啊，那因为两支就是两个嘛，各个物中都有这个一嘛，啊，那么三物中三心生啊，那三个东西我们就有三心，还是三个一啊，还是三个一啊，啊，那所以这个一。如果一不实在，那你为什么三支笔你不说两支，不说一支，不说五支，你为什么就说三支？两支就说两支，五支就说五支，十支你就说十支，为什么？因为一是存在于各个物，那么有十件东西就有十个一，有九件东西就有九个一，有一件东西就有一个一，都没有那就没有一，所以一存不存在？一存在，这个是外道的说法哦。我们要先讲，它这个术法的存在是在证明自信的存在。这个术法是德，重点是实德能的实。那么德不是德能，实德业同义合，这一些德义同义合，德业同义合是在说明这个自信，就是法的自信，就是有这个实法了，有这个实法。好，所以说，啊，所以他说。这个如是等三四五六啊，那么三四五六也都是这样。以是故，因为这样啊，就他说如果没有啊，前面讲啊没有，我们后面讲啊，就是说若实无诸数，假设没有啊这一些术法，其实术法它是存在于实体中的，术法是存在于实体中的性质。它不可以没有，因为每一个实法都是恒常独一的存在，独一它就是一啊，它是各个实体中共通有的，就算我也是一样啊，啊心也是一样啊，有一心啊，啊那么所以那假设没有术法，没有这些诸术，其实就是术法啊，那么一物中因二心生，啊你为什么不是一心生呢？啊前面说。啊，那你悟名为一，那你就会知道哦，这个是一，有这个一这个概念了、啊。心生就是
心里面会有一这个概念生出来，啊，那么二物中应该一心生，那你应该就一件东西，你可能啊就会升起二这个概念，那两件东西你会升起一这个概念，啊，你会觉得啊这个是一啊，你为什么一你就是一，二你就是二啊？那你不会二会变成一，会变成三啊？那三会不会变成二？不会变成一，四不会变成三，不会变成五啊？一样，五六都这样。那么以是故定知，我们决定知道，因为从认识，它是从认识去推论的嘛，啊，那么从认识就是从这些现象，我们所感知的现象，因为实法是透过感官感知，然后再经过推论，我们知道它存在。那么所以定知决定知道，每一件存在的现象中都有一法，都有一跟这个什么法，就是有现象，那么有实质的实法，啊，有一有法了啊，那么很容易变成是有一这个法，有一这个术法啊，那么基本上是一有一有法，那么是法，那么一跟法合合啊，那就是其实就是每一个实法它都有德，有德有业。这个法因为它是单独存在的，所以它就有移动，有膨胀，有收缩，有这些作用。那么这个法因为一法而合嘛，所以一与法合合故，一物中一心生，啊，那么这里在讲，啊，这里就是诸法的属性，啊，德必然是从诸法实有这样起来的。那么既然是诸法实有，也必然是有诸法的体性实性存在。好，那接下来他就在讲啊，那么这个是外道说的哦，外道就是我们说圣论说的。那龙树就怎么说呢？若一与物一，一与物一，二俱有过。好，那么一与物一，一与物一，他这个一跟后前面的一不一样啊，一与物一，一与物一。我们说这个同、共通跟不同差异，所以这两个如果你没有了解这个，你就不知道他讲什么。若一与物一，一与，因为前面是一与物合嘛，一与物一。若一与物一，这个一是术法，它是德，是属性、性质、术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啊，这个数，这个一跟义是同共通性，同跟义啊。那如果你没有把它分开，你会混在一起啊啊。那么这个它是一，也可能是它合合而有的，合合的啊，合合成为出，就是它是属于它的啦，它是根本属于它的啊。那么它跟它不同啊，这个一跟这个物不同，这个一就是属于这个物的，这个一是不属于这个物的。好，好，他说，如果不管你讲一跟义，那么都有过失，都有过失啊。就是如果百论他是这么说的啊，他的原文是这样啊，他的原文是啊，有一平等。百论，它是有一平，这个是物啊，这个是一，有一平等，这个是实法啊，这个是它的属性，这个是实法所积聚的物件，有一平等。若以一有，若以一有。若以义有，具有过啊，都有过失。这个是他原来的文啊，具有过失。若以义有，若以义有，具有过失。那么他只写若一与物一啊，那百论是有一平等啊，有一平等。啊，
啊，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十德业同义合啊。若以一有，若以一有，具有过失，好，都是有过失的。那么接下来啊，我们来看，他说，那么一若假设若一有何过，就是若以一有有何过啊？那么因为前面讲若以一有，若以一有，那么用一来知道，来知道，那么这个实体的存在，用一来知道这个实体的存在。实法的存在，因为透过认识，那么知道透过德业同义合，知道有这个实体，啊，那么所以若以一有，如果原文是若以一有，若以义有，啊，因为一而知道，啊，透过这个德，啊，透过这个一所属的一属性性质，透过这个性质知道这个实法的存在，啊，那他说若以一有有何过？那有什么过失呢？啊，好，他说若一跟贫是一义，啊，如啊，他现在讲这里因提离释迦，好，这个我们要稍微说一下，因提离释迦，那讲到这个要讲到另外一部经了，啊，这个如果哈，啊，没有解释，基本上也看不清楚为什么释迦这个在讲些什么。他是这样，他说：“如因提离，如因提离释迦，亦是一义。如因提离，这个是自论的，因提离，因提离释迦。”因提理跟释迦为什么是一义呢？因提理释迦是一义，义是一义，义是一义。啊，都是同样一个意思。如因提理释迦义是一义，呵，好。那么它是什么呢？好，我们要写在这里，这样写好了。那么这个是，这个其实是四体还因的，四体还因的名字啊，四体还因的名字是这样啊，我们写在这里好了，写横的，好，写横的好了啊，写横的不行，要写直的，释迦提还因的啊，因提罗啊，释迦提还因陀罗，因达罗，啊，是，啊，因陀罗、因达罗、因陀罗都可以的啊，但是翻译的不一样，啊，释迦提还因陀罗啊，它是这样，梵文的话啊，我们就写一下啊，写个是，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的释迦哦啊，它一样啊，它已经它这个是它的性。释迦提还，啊，提还就是提婆的意思，有时候叫释迦提婆，啊，对吧？第一位英文我不太会写，因达罗 ，I N D， 好，这个其实是四体还因的名字，一般叫做四体还因，简称呐，啊，有时候叫四体还因达罗，四体还因，啊，其实就是第四天。就倒立天主了，那有时候他又叫做教师家，啊，我们先来看这样啊，他说，这个是人，人做，
能做的意思啊，或是能够能做。那么，所以释迦是人人嘛，然后这个是天人，啊，这是天，啊，天，这个是最胜，啊，因达罗是最胜，最胜，或是王，或是主宰的意思。所以翻译起来啊，就是天界诸神最有能力的主宰啊。他翻译起来就是天界四体华音，就是天界诸神，天界诸神最有能力的主宰啊，最有能力的主宰，好，或是最有能力的神的王啊的主宰。四体王印是天神啊，三十三天里面啊，异界天呐、啊，这个是异界天里面啊最有能力的主宰。好，那这个为什么说因提离释迦意思一意呢？好，它就在这里啊，因提离，因提离就是这个啊，因达罗。那么讲释迦、讲因达罗、讲因提离，都是在讲四体王印啊，不管你是讲。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你的名字啊，叫做姓什么啊什么啊，比如说王大明啊，那么你讲王先生讲大明都在讲这个人了 啊他是释迦啊。好，那杂含里面啊，我们现在先来讲啊，就是这个里面杂含里面，这个是杂含里面说的啊，说。这个四体还原有几个名字，总共这里讲了八个，有的讲十个啊。那么总共有几个名字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他这里的名字就是说他是一啊，就是不管你是讲因达因提里跟讲释迦，都是在讲四体还原啊。那杂含杂含1106经啊，大家可以去看啊，1106经。他说四体还原总共有几个名字啊？那么第一个叫做四体还原啊，就是第四天的 啊，他又叫第四天的名字啊，第四天的名字，释迦牟尼我要介绍了，第一个啊叫做四体还原。他为什么能够做？意思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做天界诸神中最有能力的主宰？啊，那么多天，为什么他最厉害？啊，他在解释这个问题，不是解释这个名词，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做天界诸神中最有能力的主宰？为什么他的称呼叫做释迦提环因达罗？啊，就是释迦因提里，释迦因提里的，啊，那应该是释迦提环因提里啊，应该是这样啊。那么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呢？阿含经的解释或其他经典解释有两种说法，一种是他是顿失，所以顿失就是趁死而失啊；一种是他清净心失，恭敬心失，而且他失的很多，各种失都有啊，种种失，这个失是种种失。饮食、衣服、卧具、贫穷、造桥、坐路，种种非常多啊，种种。一个是恭敬心思，有这两种说法，所以他才能够做一样是升天。他们升天的人都有善业啊，都有布施的善业，都有施戒升天之法。升天的人都有施戒升天之法，但是一样升天，为什么你做天王？你是天中天，就是你是天人中最有能力的。因为你福报最大，你为什么福报最大？依经典来讲，有这两种说法啊。那么，像北传的就讲顿失，南传的讲恭敬心失，那这两个都可以找到依据，都可以找到依据啊。那
顿失就是趁死而失，啊，那失是很种种哦，它是大失哦，啊，趁死而失，顿失就是相对的是什么？见失，啊，那么这个是趁死而失，趁死而失就是他需要我马上给他了。啊，不用等，等到以后我比较有的时候，我再来布施。一般是会等嘛。我现在没有，等我有的时候，你现在就可以布施。布施，随你能力布施嘛，你不一定要等到我比较好过，等到我有钱啊，没有。啊，顿施就是趁时，现在，那么他需要，那么你就布施。那么跟见施是有差别的。好，那么北传的是说他顿施，所以他叫做四体还因，他能够做天界诸神最有能力的主宰。啊。那这个南传的基本上比较重在所谓的恭敬心思，那么经论里面两种都有说啊。好，那么第二个啊，我们就看到这个就顺便讲，第二个它叫做富兰陀那啊，就刀立天主的名字啊，富兰陀那，富兰陀罗了。那富兰陀罗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烁烁思，啊，一次又一次的长思啊，烁烁。他不是顿思而已，他顿思、恭敬心思、信心思，而且他做很多啊，烁烁思，啊，就经常布施啊，长思、顿思，啊，常常布施，啊，他烁烁做，一次又一次的做。好，那第三个，啊，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了，啊，富兰陀罗我们比较少听到。第三个叫做摩切婆，摩切婆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四体还因还没升天的时候，本为人时啊，为人时，他还做人的时候，还没升天前，他烁烁思的时候，他顿思的时候的名字叫做摩切婆，为人时，他升天就叫做四体还因了。或叫做教师家啊，他不一定啊。那为人时本名啊，那有时候也叫他原来的名字啊。所以说你叫做王大伟啊，那你升天还有人叫你王大伟啊，类似像这样啊。那么因为他知道他跟你一起升天啊啊，为人时的本名啊叫做摩切婆，就是他还没升天之前，还没做天王之前啊。那第五个就是我们啊，没有，这个是第四个。第四个叫做娑婆婆啊，应该是婆娑婆了，婆娑啊，但是他是写这样啊，娑婆婆。啊，如果对照起来，应该是婆娑婆。应该是婆娑婆翻译了。应该是婆娑婆，因为他是以婆先施衣啊，以这个衣啊，素以婆先施衣供养啊，有解释啊，常常而且恭敬的以啊，婆先施衣啊，就是衣啊，其实就是衣啊，啊，婆先施衣供养。不过南传的说是房子，南传的是说以房子供养，住房供养啊。那么应该是衣，应该就是衣，以衣供养啊。北传的可能比较正确。好，那第五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这个我们常见，这个摩切婆有时候经典也会讲啊。第五个就更常见了，叫做教师家啊，这里应该没有啊，没有教师家。焦师家就是他的族姓的名字，为人时，他还没升天做人的时候，他是焦师家族。那么族姓啊，他种族的名字，像释迦佛啊，他是瞿昙啊，释迦瞿昙，释迦也是他的种族啊，所以焦师家应该就是释迦的意思啊，焦师家啊，也有可能的。啊，一般啊，因为他这里啊，有可能就是教师家啊。那教师家为人族姓名
但是一般像经典写教释迦，像居次那，居次那一也写教释迦一，啊，以就是结下之后啊，那么有居次那一，那么也时候也写教释迦啊，所以可能是居次那那个地方的，啊，族姓名啊，那翻译啊，翻译不晓得啊，这释迦的翻译跟他不太一样啊，那为人时族姓名叫做教释迦。第六个啊，叫做舍支波底。舍支是阿修罗王女儿，毗摩支多阿修罗王的女儿。因为阿修罗的女儿听说都阿修罗的女的人听说都很漂亮啊，那么天人很喜欢娶阿修罗王的女儿。那这个是阿修罗王的女儿，那么波底是丈夫的意思，所以舍支的丈夫。舍支是阿修罗王的女儿，舍支的意思是可爱的意思，可爱啊，说那这是其中一个翻译的哈。那舍支的丈夫啊，那么以她为名字，很漂亮才会用到太太做名字啦啊。比如说这个人很有名，很漂亮啊，比如说啊林青霞的丈夫哦，谁的丈夫哦，西施的丈夫，因为他比较有名嘛。像经典里面还有一个以他太太的名字，啊，比如说孙陀罗难陀，难陀啊，比如说举个例来讲啊，孙陀罗是非常有名漂亮的，那么大部分都是以他母亲或父亲的名字，比如说舍利弗，啊，穆建莲，都以他母亲的名字，有时候以他父亲的名字，但是很少很少见以他太太的名字来称呼他的，孙陀罗难陀。那就表示他的太太非常漂亮，倾国倾城，这个村里面是最有名的。啊，像孙陀罗那都是这样。那舍支波底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个孙陀罗是他先生啊，这个难陀啊，这个娶孙陀罗的难陀，啊，这个是波底是先生啊，舍支波底。好，那就表示这个舍支是非常有名，天后，这个是真正的天后，不是我们那个妈祖那个天后，这个是倒立天的太太啊，天后。好，另外还有一个啊，叫千眼啊，你看这个我们就很熟悉了，千眼啊，我们的千手千眼。千眼是千眼啊，千眼是刀立天主的名字啊，千眼是刀立天主，千手千眼跟刀立天主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不晓得啦，但是千眼是刀立天主的名字。那千眼的意思是什么？这眼是智慧，啊，那么一般来讲啊，经典的意思是说有极大的聪明智慧，极大的聪明智慧。千就是很多，都是他一刹那，就是他坐下来，他就可以审断、明白、了解很多很多的事，啊，就是他的智慧，他的智慧。啊，就是他可以审断很多很多的事，买一件事是怎么样，他看了就知道了，而且马上知道啊。那么这个叫做千眼啊。那所以包括我们坐下来，就很多的道理我们都明白、都清楚，看一下状况哦，就知道哦，这是现在是什么状况，怎样怎样怎样啊，就有极大的聪明了。好，那第八个啊，第八个就叫做因体力，就是这个啊，因体力。啊，也是叫因达罗啊，因体力。那为什么叫因体力呢？因体力是天王的意思，因体力就是王啊，天上的王主宰最盛。其实因体力是最盛主宰。那因为他是天，所以他是王，天王。好，那这个是杂含里面在解释啊，四提桓因的名字。那这里说的是，这里其实就是释迦提桓因达罗，其实就是指一个人，就是指四提桓因，他就是指四提桓因。那所以他讲释迦的时候也是指四提桓因，讲因达罗的时候也是指四提桓因，所以他讲。
如因提里释迦，意是一意，都是在说这个第四天，同样的意思啊，其实是在讲这个道理啦。好，那这个我们就比较，这个就比较不那么复杂啊，就是你把它看清楚了就知道了，啊，都是一意。那现在用这个道理来说明啊，假设啊，因为他说如果以一有。以一有，那么有什么过失？那么他先举因提里释迦也是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一者因皆是平啊，因为平是有一嘛，啊，这个它的属性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的话，那么就有平，就因为他从他的属性推论他的实法嘛。从他所认识的，因为他那个德就可以推论那个实嘛，那么有这个一，所以就必有那个一的实法存在，所以他叫做什么？有一者，皆因皆是平。因为为什么？从现象，从所认识的现象推论现象背后有一个实体，啊，是这样的。那么一是他的现象，他的术法嘛。那么你就知道有一个实法，啊，有一个实法。平的实法的物地水火风空嘛，啊，然后你就知道，因为平是由物理性的，就地水火风空组合而有的。那么假设，那么你从这个一就可以推论有物质性的实法。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处处都有因提理，那么就一处处有释迦，啊，那么但是因提理跟释迦毕竟还是不一样，啊。它是在讲四体还因，但是这个是组合的，就好像物质是很多一组合而成的。那么释迦跟因提里其实是四体还因的意思，但是它释迦是变成它的族性啊，教释迦或是什么它的族性。那么你同样一组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指这个四体还因啊，所以啊，那么这里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因提里释迦也是。有一义，啊，那么若尔者，在有一者，应皆是平。那么就好像有因提理，亦处处有释迦，那不一定啊。那么因提理是天王，那么有天王，他不一定是信释迦，他不一定是释迦的族姓啊。那释迦的族姓不一定做天王啊啊。但是他这样的一个比喻啊，当然你如果是外道的话，他可能他还有的论啊，他并不是这样，他就。就是说，他就觉得啊，这样就有过失啊，所以他说在有，在处处，有时候讲在，有时候讲处处。那么，如果每一个在都有，在都有因提理，那么就处处有释迦啊。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啊，一等诸物皆因是平，因为一跟平都是什么？都是地水火风空啊，尤其是地原子组合而成的。那么它都有一，没有错，它们的属性都有一啊。那么有一就有平，那么也不一定是平啊，有时候是一啊，啊，就是衣服的一啦啊。那么有一件衣服跟有一个瓶子，那么虽然一，你从一里面，因为它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从一推论出那个实法。那么你从一推论出有一个瓶子，那么从一推论出有一个一，那这样的话啊，那么。一等诸物皆因是平，就是因为你是推论有那个实法，从平推论有一，从一推论有平的实法，有一的实法，所以一平一跟平是共同的依故。如果是这样的话，处处一皆因是平，那每一个地方在处处有一，就应该都有平啊。那么如平一等悉是一物，无有分别啊。那这样平跟一。都一样，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好，那么这个有一点点复杂，但是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数论啊，数论它的一个概念啊。那么大概我们可能也没办法说很通透的了解了，但大概可以知道它在说些什么。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啊。那底下的下次再来讲了啊，两个礼拜后了啊。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